你看这个灯斜掉了嘛？哦，整个斜掉了，对。嗯。他、啊、那时候是声音很大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那天气陆陆续续一直在掉啊。哦。我是回来时候已经八点了。就开始房屋开始有龟裂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已经龟裂了，这本来好几天前又有裂了，那墙都整个裂开了。你看这地上这都裂的、啊。它总共有五层楼，好像有这边好像有倾斜的一个状况。那后面是有工地，那等一下那个处长也会，监管处处长也会过来。那我们这个详细这个通盘了解之后啊，是不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跟那个各位先生啊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？请问这个工地施工多久？为什么现在发现这么一个问题？这个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。现在因为可能应该要把边防旁边的一些说或是现况啊先做一个调整。然后呢，是不是它是什么时候开工的？我先做进一步的了解，然后再跟各位做进一步的一个解说一下。这边是一啊、二三，那个地板都已经铺出来，已经变形了，你们要小心一点哈、哦。如果门牌号码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不要去解释啊、哦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如果你们认为不安全，那我们都是一向这边，我们全部到实践大学去，一弄这边我们全部到大学去，好不好？这样你晚上你才会睡得安心啊，因为这个结构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，李长不是专家，也没办法跟你们说安不安全。你认为不安全，移动这边我们就把你安置到实践大学那边哈，因为你们曹邦前李长跟那个美丽区长都在那边啊，我来支援来现场这边做支援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尽量不要靠近，因为当然我们走过去，地上整个都哔哔表表。这样很危险的，会切瓦斯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也不敢走过去了哈。